剑圣上的。更多火药，我要一路砍回第二级沃特。靠！打个毛！这下路要遭大的了，我操！剑圣四个助攻，剑圣漏了三个小兵。我操，好快的攻速啊！感觉他玩的是英雄联盟变态版。这真的死呀！其实我真不认为他能打得死我。这都是剑圣嘛。当心炸药桶！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又一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还真给他跑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同时烧掉。不过他这限制不了，就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就不跟你站路，老子就要拉扯，怎么了？这么多线，又不是回家呀，跑嘛，没懒了，就让他难受呀。他 A 不到人，他不难受吗？心是铁做的。老子头都不回，就不炸炉，老子就一直跑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更多火药。我不是战炉打不过你，你别想多了。What the fuck？ 大终结。他把 Q 用了干嘛？用 Q 断 W 啊！神志不清了，还敢操作？通知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给你个通知，强不强？哎，我操，你真强啊！神志不清了，估计已经在文斗了。又一个，大海和人类锁嗨嗨一个不？完了，操！还要出了几个暴击，不然我人换都换不了。S14船长的出装肯定有变化，不过我听说 S14的装备很变态，很适合船长。
但是那个版本的野区前期节奏啊，对船长不是很友好，就看有没有适合船长的天赋了。没有适合船长的天赋，还是比较难受的。其实暴击装也就那样，我最主要还是要看有没有特别适合船长的穿甲装，穿甲装很重要。暴击的话也就那样了，要看穿甲装。我每一次版本更新，我都会去看穿甲装备改的怎么样。算了，这逼环子在后面。哎呀，我操！被传染坏了。背后炮火轰鸣，海洋紫虫岩分。哎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收了就还行。他自己杀八个人头是他自己厉害，人家杀的人头比他多，就是请了演员。我吐了出来。对。不是你睁开啊。我 CD 有点不太够，掐个了。屌毛！烧吧！又一刀！五环码头！一枪一个，这盒子是被骂，主骨都没了。他，坏了，我怎么砍他？狗巴。我要拆塔呀，队友一直在装逼在烂，我不想他拆塔怎么赢啊。好久无可再拖。